请问，在日常的生活中，你最关切的是什么？是加薪、休假、出国旅行、换房子、换车子，还是年金改革，或者是一例一休？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从不敢奢望加薪、休假、旅行，也不在乎这个社会的纷纷扰扰。 他们只有一个卑微的心愿，那就是一家的温饱。过去的6年来。 1919食物银行已经送出了13万份食物包，帮助了27000多户弱势家庭。但是还有许多的弱势家庭要救，要救，请捐款支持1919食物银行，让弱势家庭全家温饱，三餐不断炊。1919，要救。 要救。